不要打我的商人呀，大哥，不行，这我忍不了了，走走走。哎，完了，我商人掉下去了，被他们揍了。哎呦，不行，兄弟们，以后我们这个空岛有了商人之后呢，我们必须要把它保护起来，因为这个僵尸对商人是有仇恨的。而且呢，本来说好了今天晚上是雪月，但是雪月没有来，这不是逗我玩的吗？也有可能是我们退出了游戏之后呢，这个雪月今天晚上就不来了。南瓜真不知道啊，网易有这种操作，其实哎，挺难受的啊。但哎，干什么？别打我狗！等等，这狗还是让它站起来吧。哇，它待在这边，僵尸打它，它都不动的。算了，我们先睡觉。第二天天亮的话，我们就来清理一下这个僵尸吧。我们现在唯一要做的呢，就是等待这个商人到来，我们和他换一些这个特殊的矿物，然后呢，应该就可以做枪了。应该，哎，狗，哎，我的狗，看到没有，兄弟们，我的狗在帮我打架。哎，被打下去了。拾荒商人，别！哎，掉下去了。哎，我有一个想法啊，兄弟们，既然说我们这个空岛它没有商人的话，是因为这个面积太小了，要不然我们去那个寺庙吧，那个寺庙的面积还是挺大的啊。我们走之前呢，把这个庇护所，哎，再来放一些这个尖刺，这个东西还是不错的，伤害特别高。哎，你看我们踩一下，看到没有，我们穿着特种装备直接被刺死了，所以说用它来当做一个保护措施还是特别不错的。现在的话应该怎么办，我们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，只能等待这个拾荒商人的到来。哦，对了，咱们还可以砍一些树啊，然后呢多做一些这个尖刺陷阱来保护我们的庇护所，多砍一点。没有连锁采集是真的难受呀，但是像这个随机空岛生存的话，加一个连锁采集我觉得就没有意思了，所有的矿物都可以一键挖掉，我感觉就真的没意思了，所以我们只能这样玩了。还有三秒方块就要刷新了，但这个木头砍不到了。得了，看一下刷了什么。哎，好像是木头，没有看错吧。哎，真是木头，兄弟们，那我们还要砍什么树呀，咱们直接来这边砍木头，把家里所有的铁锭都拿上，然后呢咱们再来做一下这个尖刺陷阱。还可以做多少，看一下，还可以做27个，那就都做了吧。OK， 我们去铺一下，等之后我们有了更多的铁之后，我们要把我们的庇护所左右上下，哦，下不用啊，左右还有上边全部都铺上，铺上之后僵尸只要来到我庇护所附近，哎，他们就会受到伤害，还是很不错的。对了，我们来试一下这个僵尸捕获器啊，看一下能不能捕这个鹿，试一下。目标无法被捕获啊，那应该只能捕捉僵尸啊，那我们晚上再试一下吧。还有三秒刷新啊，咱们看一下能刷新什么东西。其实我们现在好像没有什么特别需要的东西，是吧？这是哦，铁矿，这个需要呀，是的吧？铁矿可以做尖刺，可以做陷阱，而且我们做这个枪械应该也是需要用到的。铁矿不嫌少啊，多来点。OK， 那现在我们应该干什么，兄弟们？玩的已经没有目标了，没有目标的玩下去是真的难受。这边有僵尸，来过来，来呀，把这个尖刺就是好。这边有僵尸啊，我们来试一下这个链子能不能捕到它。别动，嗯，请先用捕网枪或者捕兽夹限制它。哎，捕网枪我们有啊，试一下，来。哎，这东西怎么用？哎，我不会用呀，兄弟们，这，哎，等等，我研究一下啊。这岸上没有反应，这什么意思啊？难道说我们没有弹药吗？果然啊，兄弟们，如果要用捕网器的话，我们需要用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呢需要用到这个线和这个铁力来合成，我们现在没有线啊，所以说现在没有办法制作。捕兽夹看一下，捕兽夹需要用到吸锭，也没有，我们现在只能等待这个商人到来，然后呢和商人来兑换。但是这个平台为什么就不刷了呀？以前不都是吗？哎，要不然这样吧，我们去一下那个寺庙吧，去寺庙看一下，寺庙那个地方比较大。话不多说，我们带上我们所有的家当，绿宝石块还有这个铜锭全部都带上，咱们去找一下这个拾荒商人，我们去那个寺庙把这个铜锭合成铜块，这样的话方便一些。好，兄弟们，我南瓜又回来了。哇，这里边的僵尸还是挺多的啊，直接跳过去来。哎呦，差点被我打下去。哎，为什么我一来就天黑了呀？不理他们啊，咱们去找一下看有没有这个拾荒商人，这僵尸还挺多的，打不完，根本打不完。得了，不打了不打了，看一下。而且这个趴在地下的特别难打，别动我。好像没有。哎呦，那没有的话，那咱们还要回去，那就，哎呦，这什么东西啊，还会喷毒液呢。那咱们就回去吧，回去睡觉，咱们就只能等待这个拾荒商人来了，没有别的办法。哎，拾荒商人刷了一个，快，终于找到了。平时很多啊这东西，但是我们需要的时候它就不在了。绿宝石可以换这个
涂料，还有这个海底湛蓝锭。那咱们就换一些吧，我们的绿宝石块特别多啊，能换就都换了吧。尤其是这个湛蓝锭，咱们是可以用它来强化装备的，我们多换一点。哎呀，黑呀，太黑了！我用了一组多的绿宝石块，换了15个湛蓝锭。哎，没办法，谁让我们想强化装备呢？好，我们回去强化一下，然后顺便再看一下这个枪到底应该怎么做。哦，忘记了，兄弟们，我们收集了这个日记残页呢，可以和它兑换一些物资啊，我们就兑换了一些绷带什么的，还是不错的。起码现在有些回复血量的东西还是不错。哎哎，哟，僵尸羊！哇，那现在说明这个动物也开始变异了吗？哇，如果动物变异的话，我们这个空岛就更加的危险了。哎呦，有点害怕了，兄弟们。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枪械的配件里边呢有一个重型能量核心，这个能量核心呢是不可合成的，只能打 boss 出现，或者是我们打血月，然后和末日信徒用这个点数来兑换。所以现在呢，我们只能等待血月的到来，然后呢咱们才有可能做出枪，这就很难受了。我们先强化一下装备吧，看一下这个装备怎么强化。哎，你想干什么你大傻川？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湛蓝锭如何强化装备啊，我们就强化一下这个下界合金锤吧，放进去。哎，怎么回事儿？该物品无法强化。哎，我用一组多的绿宝石块和你换的，你说不能强化啊？哎，也有可能是强化枪械什么的，那就先不管了，兄弟们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就静静的等待这个血月到来就行了。现在没有其他的事情可以做了。